而家好多人要教大家点用占卜卡嚟占卜啦。咁呢度我写住嗰啲占卜嘅嘢嘅，咁呢度系配搭嘅复式啦。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同你合拍嘅星座，咁又唔同人。呢张鬼牌啦，就张嘅。鬼牌最尾嘅神奇美意，哇，超好！我觉得有附赠呢个盒嘅，你就会见到个盒咧就会喺呢度出现啦。买嗰阵时，咁个盒咧系装卡嘅。咁我喺玩具反斗城买啊。唔好意思，好，全部翻唔识。咁里面咧就又有附赠一个说明书啦。好，内容嘅里面有详细解释嘅。工程研究，今天是给我们带出来的第一次给你看啊，是当地人的，这张昨晚临时整的，这个盒都是当地人的。
几多卡啊？这一行的，这个是红的，好，跟住出，呢度发现冇黑线，呢度反而有，咁就系硬卡，卡就可能有，你呢个咧先知嘅，一刮一刮，先唔得啦。煎谷香唔上，唔同粉都食埋嘅咁，69蚊啦，唔得唔得七十蚊嘅。咁尖谷卡咧，就詳細講下先啦，出嚟噶。咁佢就係一個將你嘅年啦、月啦、日啦，假如你係2000年出生嘅話，你就1月2號出生，2001年1月2號出生嘅話咧，就二加個一之後，嚇就零咧就唔好理佢啦。咁假如你計出嚟嘅係五啦，咁假如你有時計好多人都反應啦，咁假如你係計到兩個數字十啊、十幾啊、十幾啊之嗰個之咯，去到廿幾啊、三十幾啊、四十幾嗰啲咯，話咧你就好咧。假如係廿六，你就2+6。二加六喺去到一般嘅皮鞋嘅話，又可以占卜。記得冰上另一本占卜嘅係書嚟咯。咁佢裡面都會有一個盒嘅，咁詳細嘅裡面全。全部都有講。咁佢有一個圓形藍色嗰個咧，就係同你合拍嘅星座嚟嘅。最上邊有嗰啲數字啊，旁邊啊，因為冇似冇旁邊嗰個長嗰條嗰個咧，就係你今日嘅運勢。之後運勢下面嗰個就係夾喺中間嗰個啦。你兩個夾喺中間盒，嗰個咧就係你適合嘅服裝啦，係啦，係咯，我放佢先，彈橡筋。咁我有時都會寫一啲醫生網言啊，或者星光少女啊嗰啲嘢，嗰
嗰啲唔同嘅嘢都會介紹嘅，嚇，唔同嘅嘢都會介紹。卜卜卜咁啊，唔同嘢都介紹，反正乜都會介紹啦。新聞雜誌應該都會嘅 ，OK。咁好啦，今集就到呢度啦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